风牛铃小木呢三个乐器呢一起来表演，对不对？好了吗？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呢哪个声音比较好听，哪一组呢唱歌比较准确，然后呢我们中间还有 solo 的地方，爸爸妈妈可以一起来听听看。那等一下请小朋友大声的唱哦，可以吗？好，准备咯。好，眼睛看我，眼睛看指挥哦，看我。反复顺序非常的复杂，而且呢大家的节奏不一样，所以是不是要非常非常专心，然后看指挥，然后呢心里还要数说现在已经到第几次，甚至呢中间还有那个 solo 轮奏的部分，其实真的很不容易。爸爸妈妈回去的时候可以家里呢你负责一个，然后他负责一个，大家来玩合奏看看会不会被拉走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。